，iOS 7与 keyfob 丢失追踪 demo， slave keyfob 上电，自动进入闪烁模式 ，LED 自动闪烁 ，iOS 7执行 NDLOS APP， 进行连线，成功连上 keyfob。keyfob 停止闪烁，三轴加速器 SYZ 有在变动 ，XYZ 电池指示按键左右右左 ，iOS 7 APP ND60 APP 让 keyfob 鸣叫，按下三波了，停止 keyfob 鸣叫，再按一次三波了。按下桑波尔，按下桑波尔，鸣叫，停止鸣叫，按下鸣叫 ，key 后停自己停止鸣叫，按下 V4 键，再按下桑波尔，继续鸣叫，停止鸣叫，按下桑波尔，自行停止。但是没有断线哦，再按下上波的，再按下上波的哦，如此踏狗。好 ，keyfob 走失，好 ，keyfob 走失，iOS 侦测到 keyfob lost 的 ，keyfob 端一直鸣叫，哔哔哔哔哔，按下任意键解除。好，连线 keyfob。哔哔哔哔哔，按下去不哔，再按就哔，再按就不哔。keyfob 故意把电池拔掉，阿二侦测到 keyfob lost 了，弹出对话视窗，并播放音乐。demo 完毕。